傳統金工技術製作銀器都要不少的時間和耐性，今次就等我們一起認識一下銀匠小白，欣賞他的作品之餘，也都去了解一下這一門工藝。其實就是一個天使啦，被荊棘包圍著的天使來的。如果做嗰個過程就幾痛苦嘅，因為畫就好開心。對於我嚟講，畫畫好開心，即係我中意畫插畫，畫畫好開心。咁啊，畫得太開心啦，畫得太複雜啦。咁啊，所以咧鋸嗰陣咧，即係鋸呢個通花咧，我粗途鋸咗一個月，即係足足鋸咗一個月。鋸完之後手會痛嘅，係啦。咁啊，鋸個時間好長，真係好長，好折磨咁樣。如果拆翻開一個個過程咧，其實鋸嘢嗰時咧，都幾享受嘅，唔知係自己自虐狂，所以我會開咗種會做啲通花嘅件啊，會比較多啲鋸通花嘅圖案啊，即係將好似一個畫面咁樣鋸完出嚟之後，再做一啲手飾度咁樣。銀匠小白熱愛畫畫。毕业之后，因为当时插画师的职业并不普及，机缘巧合底下就去到珠宝设计公司工作，经常都会接触到银这种金属。可能真的都是因利成变的，就是公司接触得多，对这个金属比较认识样。做起上来我觉得它有几表现到我的效果，所以就用了这种金属的纹料去做事。不同于坊间倒模式咁做出一式一样嘅银器，小白坚持全人手去做每一件作品。其实最原始嘅步骤咧，其实我哋要开料嘅。银咧，我就唔系一条条银买翻嚟嘅，我其实系买翻嚟嘅纯银粒嘅，系啊，咁啊纯银粒加补口。係啦，咁我哋市面上話925銀925咧，其實係個比例嚟嘅，即係1/1925係銀，咁其他咧就係補口啦。咁我哋將呢兩種金屬融埋一齊，等佢成型先啦。之後就過碌片機碌翻我哋需要嘅厚薄。退火係一個好成日會做嘅嘢。佢嗰次將個金屬燒紅，去令佢軟身啲咁咯。啊，碌條片要做啊。之後推圈焊接。我哋誒焊接完之後先會揼紋嘅。佢中意由頭到尾一手一腳做銀器。甚至连过程入面用到的工具都不例外。差不多全部都是自己做的。我们会有个敲刮纹的座，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去做出来的。但我就觉得如果网上都买到的，即是大家揼出来的效果都差不多了，那我就好像没什么个人特色。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坚持自己做回自己的工具。之後就開始做打磨烤光。而家我哋就開始用砂紙做打磨啦。咁我哋會有五級砂紙嘅，有200、400、800、1000、2000。做曬啲五級砂紙做打磨之後咧，就開始上蜡烤光。咁就會用皮碌啦，加啲烤光蜡，
去做翻個零身嘅。经过多重人手抛光，终于完成一件闪闪发光嘅银器。呢位勤奋嘅银匠仲中意自己处理石头，由拣选原石到镶石都一手包办。我都会自己去打磨一啲石头嘅，即系例如系啲六重石啊，买翻嚟嘅原石，自己去切割打磨啊，咁样都有做下。咁你打磨咗啱嘅形状之后，就去做翻一啲镶嵌。如果镶嵌就要因应翻粒石啦，咁我哋去做翻个围边啊、封底啊，同埋我哋系真系镶嘅，就唔系落胶水嘅。所以做完个托之后咧，我哋真系要预高少少个托，将个银推落去包实粒石嘅。热爱亲自动手的小白仲经常都会挑战不同的技术，为作品加添新意。其实我只是做金银，很少会做铜，但这几件就是有铜在上面的。它是一种日本的工艺，它们叫 木金，一个 木头的木，和眼字边一个好像日那个木。它们就是用一些不同的金属去层叠了之后，再剪壓之後出嚟嘅一啲紋理嚟，通常會有銀啊、銀誒黃銅、紅銅等三種金屬，仲有立體嘅設計。呢個係一個深喉針嚟嘅，啲銀河軌跡啊之類咁嘅概念去做嘅一件嘢，因為好似一個星球咁啊，我哋需要有啲陸地、海洋咁之類，我想有啲顏色變化，所以用咗銅同銀去做一啲層疊出嚟，係啦，咁係嗰啲其他的星球圍住佢咁。除咗個生鏽針之外咧，佢有一些耳環嘅，我就冇將佢好對稱咁樣做咗一對耳環，我將一邊做咗類似呢個生鏽針嘅縮細版啦。之後咧，我另外一邊想要一個好簡單嘅線條，所以就做咗一對係好唔同，但係一對耳環嚟。面對手工業式微，小白依然堅持本土製造，做出有温度嘅首飾。他将工作室命名为火船银花，希望可以将工艺薪火相传。那时刚刚就新年，有个前辈呢就写了个火船银花的挥春给我，我就说啊，好像都挺好啊，有薪火相传的意思啊。火就是我们成日都会用，我们成日做的过程里面会接触到的，又有火又银，好像都挺啱我啊。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名字去开始去做教班。近期比較有印象的做結婚戒指的，就是他們自己拿些金來，初初沒有這樣想的，來上堂之前來上堂之前剛剛撞剛了農曆年，農曆年別人收了爐了，我買不到金之後他就在家裡就問一下家人，我媽媽以前買了些金器，或者以前我們做了些金戒指樣，就給你們做結婚戒指樣，就所以他們就拿了他們家人上一輩留下的結婚的金戒指過來重新融了來做結婚戒指。我反而好像不打不撞，好像那些結婚戒指還更加有點意思這樣。學生的創意也都往往為工藝帶來一些新嘗試，有學生就請小白教他做茶杯蓋。前排一個學生想做一件作品大件一點，樣就想自己會沖茶的，同埋佢啲杯可能成日會打爛咗個蓋，所以就今次就用銀做咗個杯蓋咁咯。咁仲鋸咗四個龍馬精神咁樣嘅字咁樣焊咗上去嘅。咁樣其實去到我入行嗰陣咧，好多人都同我講：喂，呢個行業啊，識嚟嘅咯。我想堅持喺香港做手做銀器呢件事，但我淨係自己做，冇人知係冇意思噶嘛。所以我會覺得教學呢件事咧，就係話俾啲學生知手做銀器係乜嘢，令佢哋認識呢件事，
即係佢哋嚟上個堂，喂，知道原來真件嘢真係親手做，係會真係咁花時間嘅。我每一件作品做出嚟，可能我都會揼咗一啲指引啦，好堅持係handmade Hong Kong 呢四個呢兩個 logo， 我一直揼咗咁多年，我都會有揼嘅。即係話俾人知呢件作品，除咗係 handmade 之外，仲係真係香港度做出嚟俾你嘅，有手做嘅温度，多啲手做嘅感覺嘅嘢嘅首飾喺度。